们明年还将继续深化中国和中亚之间、和东盟之间、和中东欧之间的交通合作机制，拓展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的应用，持续提升国际运输便利化水平，促进国际航班增班，引导邮政快递企业积极拓展海外业务，进一步扩大国际寄递市场的规模。